都来了，我是从河南郑州新乡来了，坐了三个多小时吧。嗯，我来北京比较啥没有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升国旗。因为今天是祖国的生日，也正好是我的生日，我们一家想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。孩子今年刚上一年级，我们今年的旅行计划就是想跟着课本去旅行，第一站就来到了北京天安门，然后能够观看国旗，我们也感觉特别自豪，特别激动。祖国，祖国，生日快乐！